哎呀，好热呀！那我们旁边来了房车了，这边好几辆哎。好多呀，那边也有。好了，呀，过了，抓个对儿了，那我就这么的。哇，你们在打麻将啊？对。车里面热不热？热，还行。我们吹着风扇的。啊，我这还行。啊。窗户都开着呢。啊，对，有对流风啊。对对。你们什么时候到的？我们是今天中午的。哦，感觉你。多长时间了？我们昨天就到了。刚昨天晚上去逛了一下古城，晚上古城好吧，夜市好。好热闹，特别热闹。咱也晚上。晚上去还凉快。我们今天上午去。对，今天晚上去，那里面特别热闹，挺好的。我感觉你们这样出来，就几辆车还可以打麻将，三辆车啊。我们在家出来的时候六台。六台啊。三台。一家的。哦，行，你们玩的开心啊。好，拜拜。感觉他们那些大叔大妈好好，一起出来的，还要打麻将的。这边有好多在滴水的，我们就是没有看见在哪里可以加水，加了水了还可以洗一下衣服。这些地都好湿啊，再找一下看吧。刚刚黑妹出去逛了一圈，也没找到水，我们这要洗澡和洗衣服。我们水箱里面没有什么水了。这没有多少水啊，这点不够啊，就有一格水了。看见这几个大哥哈麻将，他们这种生活挺好的，我觉得那玩意值得羡慕。真的，这种退休的生活，不仅开辆房车全国旅行，没事还能哈麻将消遣时间，这样还不热。像我两口子妈这打地主都少一个人，况且我俩也不打牌。打地主少一个。况且不打牌，不然我们开了转一圈开到对面停车场，那天我们在对面停，那里能加到水。对，先把水加来洗一下，还是我们最重要的。对呀，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像他们一样哈麻将，我们是加水来洗澡洗衣服。走吧走吧，小咖啡，你一天到晚都热了呀。他说他不想走，都不在你那窝窝里面睡，都在这里来睡着。走吧，我们开到对面去加水。这地上到处都是流下来的水，就是没有看见哪里可以接，没看见哪里有水龙头，只有对面那天我们停的那停车场有，但是这还要转一个大圈才行，不然的话它是属于逆行。看一下我。其实我们刚刚就停在这个停车场的，就隔了一条公路，但是是单行道，只能往那边走，这不能过来，所以说我们去转了一个圈圈，转了几公里，这里就是喀什古城，停在这里，这里有水，反正价格都是一样的，只能说这边有一点闹，这上面晚上特别的闹。孩儿在这里接水。本来他这个是上上的。刚刚是这个大哥。刚刚是这个大哥，我问他有水没有，他说有。哦，他直接就给你拧开了。对，他是在这里就负责运这个水的。啊，谢谢啊。感谢那大哥，那大哥还在坐着玩手机。因为这里那个管子上不上去，所以说只有拿那个水袋子来提了，是吧？还是像以前的老方法一样，提不了几次，用这个这玩意儿提倒下去，提十次的话嘛就是100升了。哦，那我去把那个洗衣服给它洗上。对，因为一会儿还得洗澡什么的。你去洗上。嗯，要加满了。上来让黑妹儿先洗着来，这可能要洗两次还是三次，因为这3公斤的迷你洗衣机嘛。你就一条裤子厚的。我这还有一件卫衣，都把它洗了吧。这样真的。我先把这里洗来嘛，那个。啊。你拿下来吧。对呀。两件。啊。
就差不多了，我把逆变器和水泵给你开上。逆变器开上，还有水泵，咱这个一包一包的加水，和刚刚那边那几个大哥大姐他们哈麻将的那个比起来，咱这个就还是累得多呀。但是有的时候他们还不是这样加，对，但只能说没看见嘛，对不？对，先洗吧，洗了咱等会儿还要洗澡嘞，这里有水，忙起用。这个就洗两件，只能洗两件，洗多了，它就洗不干净了。这洗衣机太小了。先把你的洗。行，你洗着，我再继续去加。好。